电磁阀不该亮的它亮了，气动电磁阀通电它应该喷气呀，但是没有。虽然亮灯没有任何反应，先看它为什么亮灯，再看为什么不喷气。它为什么单独亮灯呢？谁控制这个电磁阀？去配电箱看一下。这个电路控制很简单，看一下 PLC， 根据线号 PLC 的输出直接控制的电磁阀，这个就是亮灯的电磁阀的线，对应的是 Y7 这个线，7亮着灯有输出，亮灯就是有输出，就是给那个电磁阀供电。我拆掉 Y7， 拆掉以后指示灯就灭了，就是 PLC 给它的信号。按照正常的操作， PLC 这个时候不应该有输出啊，而且有两个点在输出，一个是 Y0， 一个是 Y7， 送上电就是这种情况，还没有操作，所以这个是不正常的。这两个点都有输出，为什么那个电磁阀只亮一个灯呢？那就先测一下它的输出电压正不正常，上万用表，达到直流电压档。 PLC 输出有个公共端 COM 端，公共端通过 PLC 里面的触点，就是 Y1 到 Y几往外输出，断电以后 PLC 灯灭，送电 Y7 和 Y0 都亮，他们说这是不正常的。这个时候测量 Y0 与 COM 端没有电压，这是对的。 Y0 和 Y7 都有亮灯输出，和 COM 端是通的，所以没有电压。再看一下电磁阀，电磁阀的公共端是一个红线，红线在配电箱这一头，在这儿，这红线应该是个正极， PLC 输出应该是一个负极，把 PLC Y7 这个线先接上，测一下它的输出电压，给电磁阀的输出电压 Y7 和这个红线之间的电压是不是直流24伏啊？是直流24伏，正常。给电磁阀线圈的输出电压正常，也亮灯，为什么电磁阀没有工作呢？看一下 PLC 接入公共端的是一个负极，所以 PLC 输出这些Y几都是负极。看一下没有输出亮灯的，测的就测不出电压，它和公共端都是不通的，只有这个 Y7 和 Y0， 也就是说 PLC 触点可能有问题。COM 端和 Y7 是导通的状态，关掉电源，把电阻档达到乘一档，测通断和 Y7 不通，断了电以后一测量它还不通，通上电以后它就是通的，所以我感觉还是里面触点的问题，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。那还有其他的原因吗？是不是有其他信号让 PLC 有输出呢？但是只要一打开电源给 PLC 通电，在没有任何信号输入和干扰的情况下，它这个触点都是有输出的，所以是有问题，这个要拿回去打开修。那就拆掉 PLC 的进线接线端子，他们还怀疑是不是插口不好啊，这和插口没有关系，下边这个也是。拆掉下接线端子以后，能看到里面的小继电器，它里边就是个中间继电器，拆掉之后我想拿回去修，但是他们领导好像没同意，可能认为 PLC 没问题。再看电磁阀，线圈通上电以后它亮灯，为什么没有反应呢？所以在这可以测一下电磁阀的线圈电阻， Y12 与公共端不通， Y11 与公共端表针摆到15的位置，1500欧，Y10 1500欧， Y7 没有， Y6 有1500欧， Y7 就是刚才亮灯那一个，往前测有，这个也有，看一下 Y0 没有， Y0 也是亮灯的，没有，没有反应，测出来了，有问题的三个电磁阀线圈是有问题的，这三根线 Y0 Y7 Y12
从线的这一头可以找到，顺着颜色就能找到。之所以通电没有反应，就是因为它的电磁阀坏了。这个应该是可以拆掉换新的，在电磁阀这一头单独测量也是有问题的。这样就是六个电磁阀坏了三个。它这个电磁阀也好换，把后面两个螺丝拆掉，那线圈这个头就拿出来了，直接买个新的再装上就行。电磁阀也不用我买，剪掉一个样品让他们拿着去买，自己装，把需要换的电磁阀给他做标记，这样我的检修也就完成了。请徐师傅给分析一下。通过你上视频这个这一个点啊，这一个点位，通电就有输出，不通电就没有输出来看，它和触摸屏没有关系。它那个触摸屏信号是直接插上的，我拔下来了，它还是有输出。啊，那就再一点就更证明这个和触摸屏没关系了。触摸屏信号能驱动它工作吗？触摸屏信号是相当于一个人机界面，它是给 PLC 一个输入信号。输入信号。对，控制 PLC 的输入信号。这也是输入信号。对对。它输入信号控制它输出。对对。触摸屏给它一个输入信号，也是控制它输出。对对。也就是说通电它就亮灯，跟这些都没有关系，跟输入信号没关系，对吧？还是触点的问题吗？对，应该还是触点本身要么粘连了，第二个就是驱动烧了，它直接又一直驱动就直接导通，不受这个 PLC 的 CPU 控制了，应该就是这两个原因。我现场诊断可以吧？那样还可以，还行吧？可以，就是没拿回来咱们拆开看一下测一下，那样诊断是可以的。基本上就根据经验的话，根据它的原理，只有那两种情况。就是说你前提吧，前提是你是知道这个 PLC 的这个初始状态，你比如说发上闸之后这个灯就是不亮的。那我现在亮了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你作为这个维修工，你可能不知道它的情况，不知道我经常修这个东西，我知道这个灯是不亮的，突然亮了我就知道它有问题。然后如果初次去维修的话，你还要看一下它的前面的输入和它的逻辑关系。你比如说前面有个开关本来是开着的，一合上它就亮，一合有可能前面那个开关坏了。对吧，也是有可能的。它的输入没有任何信号，它就有输出。对，如果是只是通过触摸屏的话，那肯定就是它坏了。可惜没拿回来测一下修一下。给我的现场打几分？十分的话，十分都不足以评价你的优秀。哎呀，就这样吧。行不行？行行行。